好的，所有喜爱排球的观众，在113年的4月4号，我们一起来到了是天母台北市大的体育馆。那在112学年的这个男生一级的排球四强，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第二站的关键比赛，国北较大要来挑战是2连霸中原大学。现场是邱德全老师跟我们一起来看球。我们今天已经受了极度的惊吓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没有什么场面是没见过的了。对。可是讲在今天前一场的场面，我们还真没见过一己之力在大专的整个四强竟然能够扳倒，也算是霸主之一的这个对师大，真的是不容易。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球员的成长跟那个场上的氛围，有人带得出来。我们也期待接下来这场国北较大跟中原大学的比赛，也能够激起这样的一个这个内容。我相信对观众来讲，看了一定会觉得哇，超开心的。原来排球可以打到这种堪山嘛？对对，尤其是到现场来看，那更不一样哈。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两边的一个状态，就是国北较大昨天打的时候，其实也打了5局。那中原大学有了曾祥敏的一个回归，还有其实他们一直之后最近都打得非常好。那能不能在今天一个快跟高的对决？那我看今天是谁能胜出呢？对。对，因为前这一阵子，当然我想再从昨天开始，就一堆球迷在问说啊，西米状况怎么样？啊，西米状况怎么样？能打吗？啊，他的受伤好了吗？其实当然今天已经摆明讲就要已经要开打了嘛。其实我之前刚好也跟客座教练聊了一下，他说有啦，有做一些调整，而且让他充分的这个休息。对，那做调整跟做一些医疗的这个治疗，跟充分的休息，那个整个膝盖发炎的状况就比较好转，所以现在没什么问题。是因为其实因为他个子没有那么高大，而且大家注意看他的助跑的一个动作是非常非常标准的。后摆之后整个，因为他都是全力起跳的，而且他个人，所以他遇到的都是197公分。所以他的膝盖的负担本来就，而且他是从国中、高中、大学都是主将，所以练习的量，所以是对他的膝盖的负荷就很大。我讲在人毕竟就是都是肌肉啦，跟骨头啦，你再怎么强，你这样不断的弹跳啊，那所以说当然其实在这个问题，他的膝盖我在这两年一直跟他聊，他也自己很清楚知道，除了休息之外，那就是要强化他的肌力的啊，那个这个只要肌力不够，这样的问题就会不断的这个出现啊。对，好，现在在对112学年度的整个大专联赛来讲，最后两天了啊，最后两天了。哎，今天董事长也在，中原的董事长，最后两天了，那到底这个情况会怎么发生？现在已经没有个本了啊！现在全部这四天、这两天打下来，都已经整个都乱了谱了啊！是，什么事都会发生。对，那这也代表就是说，你只要坚持，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期许跟挑战的一个实力跟一个企图心，他就可能改变战局。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的魅力。对，但没到最后一刻，而且那种激情，看刚刚那个玉生带给大家的激情，在我们师大概前两局温玉凯带给我们的那个技术跟力与美，我觉得这就是现场来看球或是在荧幕上看球，多多支持我们排球运动，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好，在两边来讲，今天也都陈庆和校长也来到了现场，这是那不管是学务长跟主秘跟校长啊，今天都是这个重装备了啊，两边都是这个是全员到齐，就是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有所这个是红好世界天管哦。对，好，督军，督军呢、啊？我来看看两边的先发了，来看看国北较大的举球陈超喜举对周冠宇，然后李元雷诺是两位主攻手，林阳成跟廖鸿生啊，然后陈佑成是自由。好，再来看看中原大学林谦举球，林锦龙举对西米跟曾祥明，今天先排曾祥明，甘茂宏跟陈振宇，我们昨天在聊施宇翔自由，我们也在聊，其实刘玉玲这一阵子打得很好，可是曾祥明回来让曾祥明先踩这个主攻，看看第一局的状况啊，第一分李元这就被挡回来，再给拉长，还有好，再来第三波，再给李元又被拦回来，第四波换边周冠宇实现、yeah. 哇周冠宇如果是这种水平，那真的就哇中原就难打了。是是，其实我今天其实有跟他稍微聊一下，我说其实你要记得，你要相信自己啊，
你还是以前的 MVP， 想太多就是造成心里很多的压力。嗯，放开来打就好了。对，因为他其实这两天你看他攻击那个柔软度很好。嗯，李渊这球可惜出界，没有问题，没有，刚开始而已，刚开始。中间的快，哇，如果说就整个篮网的高度，其实中原是有绝对的优势了，他平均身材就是190起跳了啊。对，其实这个球李阳成应该这个球你在助跑的时候其实你就看到两个人在你前面，你要打应该往左边这个奥赛的地方打才有办法打得出去，要不然你在球一前你就要往斜线的方面打你才有办法过去。你停了一下手在那边等你了。啊，这个球还是让前排中啊的突破被对方给抓到啊！不是这个球，其实抄袭你给杨林彦成的球，其实他就算球给他，这个球他也没办法打回去。嗯，对，因为球太低了，球又在右边。3-1。哇塞！西明的发球，这球过头。对，而且我觉得杨彦成要多强势一点，要多上面去的时候，其实高度有，技术也有，但是有时候对自己的一个可能刚才在打球的一种信心度应该再提升一点。嗯，2-3，李阳成的发球，好球，好球，打点拉高，不，这球守得好。周冠宇打长线也是防守没问题。林锦龙抓，哇，这球抓的没有什么角度啊。雷诺也是压往对方的场去压，还是被压回来啊。哇，前排的篮网高度真的是很高啊。对，其实今天国北交大要记得要很多的卡吧，很多的补位。为什么？因为你今天遇到的是高度100，平均194公分的篮网高度，你不会像昨天打得这么顺手。对。好球，周冠宇，对，冠宇接的球打得很好，冠宇打得很好。不过不错，这一上来就最起码你可以看到国比较的这几球就有把那个气给打开哦。对对 对，其实就是他们就是打那一种什么速度战跟那个气氛战的，你要有那种气氛跟速度出来。对，3-4，好球。哎呦，好，这球守得漂亮，再来给雷诺。还要防守，防守啊！这种被回来的球一定很多，这是刚刚邱教练所提到，这要特别在意，特别注意啊。对，因为雷诺他们都已经打了，他们在七人赛也对了很多次，他知道雷诺你会做这种方式的一个处理，所以他看那个球，其实郑奇跟了他们两个就跳很慢，跟林谦就跳很慢，应该是锦龙，所以他们两个就知道你要做这件事情，对。打一个时间差，换角度，好球，就是要移动哦，移动切进去，对，好球，对。所以今天国北交大要花更多的时间，好好去把球接好，好好的移动，像这个球移动，哦。4-5。啊，这个球竟然是漏掉了。对，其实这个球你会看，就是原地跳的人，尤其小米这个动作的，其实他那么开网，他原地跳，通常你要抢起的机会其实不高。为什么？因为他原地跳，他也怕奥赛，所以他用半这种心情，他说用处理球的方式，处理球球就不会打理。啊，还是被拦回来，所以今天真的是哦，对方的拦网高度确实是高了啊，这也是国北交大一个很大的考验哦。接球了，一定要把球接好，然后要有快攻，不能一直打两侧，要有快攻。对，你看像这种球，对，哇，又被拦下来。陈正奇，这有球迷在问，陈正奇今年并没有打气联，因为他准备这个研究所要毕业，不过这是他最后一年打这个大专的一个比赛啊。
还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前排中啊。现在是4-8，国北交大喊暂停。没说都一样，冠也一样，每个角度都打得太直，不敢去撇啊。要么就打直一点，要么就斜4米。啊，你都打在中间，都打在中间那个位置，那人家很守着你啊。你要打在它外侧那边才会出去啊。啊，你可能比较保守，可能还在适应，但是你可以不敢去守那个角度。对，水能教练就讲得太保守，因为太保守，他们位置又定得好的时候，你想你又打一定是回来，啊，除非就像你说的，像日本选手他们不好球，他会轻轻打你的手掌，让他球弹回来，因为他们不会做得很好。那假如我们没有做这样的训练，那你要就是一球就是要把它出去。对，好，这整个角色的扮演上跟动作上还是要再细腻一点。对。谢谢。哇，这就又被西米逮到了一个直线的机会。哇，这一个开局，整个拦网的高度确实让整个中原大学有一个很好的先机哦。对。而且讲在我发觉祥明的发球有进步哎，飘的位置跟点哦，这更准。对。还是被拦下来。在日本，你假如八个。没有意义的球的时候，箭头被接起来。哇，这个球李源有点想要骑马射箭啊，不过上去的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哦。接球。其实国家现在最大问题是接球。哇，还是没接好。来了一个虚攻啊，放慢反倒是拿了分数。对。要慢慢能够回神过来，因为对方的整个拦网会让你一时之间不知道这个球该怎么出手，对不对？对对，他们一定会加压发球，因为我让你打两侧，我的拦网的高度这么有好，而且这么有经验，你要打过来就很难。好球，打一个后排时间差。这球打的位置，你看这个球出去，整个球起来是在打在边线的角落位置。这个球真的只能说100分。11-5。还有还有。放掉这球，还是一个拦网出界。不过裁判的哨音没响之前，就是不能停了，就不要停了，就是继续。就是学生联赛很容易会去做的事情，就是说，哎，一直会 argue 那个球怎么样，结果对方打下去了，就算裁判主审他没有说这个问题有什么事情，你就是按照我的判决，就继续，所以你一定要等结果完了，你再去 argue 嘛，对。好，接近了，还是要做一些变化。打得太传统，都被对方给抠得死死的、哦。而且要有快攻，而且快攻不能打得很单调的快攻。对，你没有快攻，他就一直跟着你，好，你动啊，我一样跟着你在动，一样的道理。6-12。啊，这球压出界啊，压出界。好，这个罚球有他的破坏力。陈朝喜，7-12。哇，还是想要瞄一个边边角角，可惜这球出界啊、哦。是，但这个球其实合理，而且八的位置其实也差一点点。0-13-7。对，没错，撇得够高，没错，没错，没错。这样子的举球是对的，千万不要一直在打两侧，你就会看这个球，锦龙也是突然跳起来，
他一开始也没有想说你这个球你要举快攻。嗯，对。8-13。哦，这球要来挑战，要来挑战球的落点，因为现审判定这球是界外啊。好，来看一下这球到底在整个位置上有没有压线哦。这连续的这三天在天母的这个比赛啊，那对所有喜爱排球的球迷来讲要好好把握哦。那今天的这场球之后呢，还有这个5-6名的女生啊，男生跟女生的一个排名排位赛啊，这球应该是界内没问题啊。对对，哇，嗯，9-13。哇，这球给的又有点勉强啊。嗯，这几个发球的一个落点都不错啊。对，其实这个球的配球也没有太大问题了，但是就是我们的茂宏没有跳起来，他觉得这个球不会给他。嗯，又打到了标志杆，这几个球真的都反倒把气都给让给了对手啊！对，都自己失误呀。嗯，其实这个球，其实心里这个球根本不用打那么完美。嗯，他轻轻的或是瞬间打斜了进来，这个球就突破了。哇，这几分都是送分了啊，都是送分，连送了三分，11-13。好球，还是做一个时间差给西米哦。是是是，这个球其实雷诺他自己说他没准备，嗯，因为他被骗了。对，你看这个球，他没有，他刚才一下就是我的。因为其实现在林谦在做这个举球反手，这个下来之后去做变化，这个往后翻的这个动作做的其实非常好。嗯。中路好球，雷诺。对他们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对。那假如在前面的，他现在其实只要能够在两侧的那个高度能够再做变化一点的话更好。平球的，突然打一些平的，那就更好。12-14，李阳城。好球！哇，这有球又没接好，不过还好补回来啊。那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身材够，能够在前面用所谓的跳举，基本上还是会有这样子修补的能力啊。对，在那个边缘呐。对对对对，有一点，但是也要称赞林谦处理这个球的举球的一个功力啊。嗯。好，节奏放慢，雷诺。这前面很快的一波拦网，把气势压过去，可是刚刚整个发球节奏的改变也又把这个气给讨回来，现在就差不多又回到那种这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阶段啊。没错，周冠宇。对，哇，他本来就够高啊，那边锤这个球给的也够高，也速度也快，对，速度够快，对，速度真的是够快，真的就很难，嗯，对。啊，这个补位，雷诺移动的同时，这个位置没有先补上哦。陈佑成这个球补过去也慢了半拍。
好，现在要把人员上做一个调整，郭博宇上来，郑胜瑞也上来。是。17-13，林锦龙的发球。好球，李源。好球。哇，这阵就比较多的一些调动啊，对，而且把空间感给拉出来啊。是是是。其实我真的，其实现在我觉得郭比嘉要发球是要发，你想真的要去牵制翔敏的，就要发小球，让他去接了之后没办法去好好助跑。对，就像那脚发给他，他好好助跑的时候，他的高度，他的位置就会做得很好。还有可以打哦，哦，李源漂亮，哇，这个球救得漂亮，李源的出手刚好也是找到了洞啊。对，好球，好球，有了，又一分回来了哈、哦。所以他们发球很重要，发给谁，要做些什么，其实就会牵动后续整个一个攻击的攻速了。所以发球真的很重要，不是说强就好，你发给他。多一步去接这颗球，他就要调整回来一步再去做助跑，这就很难了。陈柏勋这时候换上来，哇，这场面切进来啊！哇，真的是几乎是一整年没有看他打球，现在看起来整个状况调整得很好哦。对，毕竟在那边遇到的一个强度。不太一样了。啊，刚刚说了，他的发球真的有进步啊、哦，平飘的整个速度很快、哦，而且点还蛮准的。好，今年的分数又让中原大学稍微给拉开啊，现在四分差，国北教大喊暂停。比较平的话，你不要想说我一定要动到很靠网，你只要往场上中间高推出去就好了。哦，不要想说我一定要推得很靠网靠位，靠网很到位不用，你只要把球推高在场中间就 OK 了。哦，在三米线内就 OK。那个换位拦网暂时先不要用，哦，因为先去熟悉你对位的人，你换来换去反而会让你心里抓不到的感觉，所以先不要换位拦网。哦，先不要换位拦网，来 go go， 来。好，目前在整个第一局的状况，现在进入到了中后半段啊。那领先的是中原大学，双方目前差距是四分。好，打一个台阶啊，好球。对对。郑胜瑞也是上来就很快的进入状况啊、哦。对，胜瑞的手腕本来就很好，而且他是打快打点、嗯，你说他力量很大没有，但是他的手腕的能力的控制就很好。16-19，廖鸿生。哇，一样啊，中间的突破，陈振奇。杨一平这时候换上来，也是要来做发球的动作啊。20-16。发给这个雷诺，还是达到他要的效果、啊？又是一个时间差，哇！这种两段式的攻击真的是让国北教大真的是目前是防不胜防啊。是，可能是接发球的状况比较多，他接不到位，对，然后一直在打修正。好、哦、好球，对对对，胜瑞的球你看他后面的球就加速，这可能半平的球，他这个球比较快，所以你看，悉尼他要必须要跑那么快的时候，他的空隙就出来了。对。
哇，还是这个球想要硬要挤过去啊，硬被拦了下来，现在分数又给追上哦。中原大学喊暂停，目前21-18。好，这几分的整个掌握度啊，尽管现在中原的整个分数还是领先啊，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郭北教代也是那种一打嗨起来打疯也是抓不住的、哦。对对对，所以他们现在就要防守，防守，而且他们今天又漏了一点，就是他们对手的一个他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他的一个分配。这球有防备。何振过来给雷诺后排被拦回来，哎呦，这个球没卡吧，倒是太可惜了啊、哦！对对对，所以其实今天雷诺中间的后排其实应该少打，因为你没有战术的变化，你现在遇到了就是三个人，190几的在跟你拦网，而且他们对你也熟悉的时候，其实你今天你看他打中间后排，他只有成功一颗，对，这个就是要去稍微想一下。22-18。李源还是把这个球给灌了进去啊！差三分。这一分拿到，哇！现在到了整个第一局的最后这五分呐、啊，这变数就出来了啊，只差两分了，20-22。爸爸再一分，再一分，现在只差一分了。哇，这真的是这两天的所有的状况都在这种这个大专之间的微妙的变化啊！现在是中原喊暂停，22-21。有快攻有后排的嘛？哦，先接发球嘛？哦，没事啊，没事啊，我们还一个，还一个。不然你看啊，这西米这个球两个点嘛，要么你就是离网一点，要么你就是出手再快一点，对不对？没错，其实我觉得西米可以切动一下出去，我觉得给那个锦龙来打没关系啊，因为他是遇到的是雷诺，你一个177几要的攻位要去对待一个194公分的，没错，技术面没有问题。但是当然是比较辛苦，所以这个时候的林谦就要去想想，我要打谁，用什么战术去打谁？对，21-22，李源继续发。对，哇，真的还是给祥明的整个前后排的一个时间差。对对对。这种球砸下来，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中间二号，中间他是二号，后排二号，这叫后排二号。他这个不是后排啊，他骗我们嘛？他是前排嘛？那他是自己再跑到后面，从后面争取那个加速感，故意扰乱大家。其实他是前排，也补一个。哎，李源同样的整个能耐也展现出来。好，这球是中原大学要来挑战的，是有没有是踩线？
哦，月中线台挑战的月中线，因为刚才他直接就停住了。这到了第一局的最后这几分啊，这原本看起来好像中原的领先最多到达四分五分，那现在又被追上，只差一分啊。不过当然这个球要先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月中线。对。没有。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有，没有。中原选手的失败，国民拉拉请求替补20号加9号张浩博上。好，现在河北交大把张浩博换上来发球，只差一分哦，22-23。真的是激烈哈。啊，林锦龙！哇塞，林锦龙直接是定出了界外，不过这球只能够来挑战有没有拦网触球。哇，这几个状况出现的也未免的太神奇了吧？是，应该是有。哇，这个这么可爱的林青，从哪里找的？不在整个这个球员，我们来看一下这球。啊，确实是有，确实是有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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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因为从刚那个角度，他已经把直线完全拦住了，是他打出去一定是他去。这个球的挑战关键呀，24-22，现在是中原的局点。啊，这球飘出了界啊，飘出了界，刚刚好的出手，还是这个距离稍微远了一点点。23-24。郭博弈，哇！到目前为止，第一局整个小敏的扣杀还是相当的管用啊！第一局结束，25-23，中原先拿下。
好，我们在112学年度的整个大专的排球联赛最后的这个四强啊，在公开一级的一个赛事，现在中原大学跟啊国北交大第一局打完，那现场的观众确实相当的多、哦。那第一局的整个状况啊，中原大学最可怕的是，真的是旅外选手啊，旅外选手在整个今天的表现，就真的是曾祥明拿了9分，那其中他的扣杀9次出手就拿了8分，对。所以真的是，而且我觉得祥敏也有个不太一样的是、啊、他出手变得更快，而且我觉得他搭配了林谦、嗯、这个速度型的选手，这举球比较有速度的一个选手，对他来讲就如鱼得水。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就一个举球员要一个好的攻击手，他的搭配他这个调性他喜欢，他就整个上去了。嗯，对。那在整个国北交大的整个攻击部分呢、啊，主要在李元根啊、雷诺各拿6分啊，那西米第一局拿了4分。好，现在进入到这个第二局啊，陈振奇在第一局也贡献了3分呢、啊。好，第二局开始，要由国北交大的郭博毅先发球。哇，这个球速相当的快。哇，一开始就对。感觉上西米的指头还没有暖机，球就来了。你啊，有有耶。但是西米应该可能在有没有还为什么突然就发中球？真的。哎，孔融让梨哦，对哦，哇，送2分，对。连续发2分都是在这个点上啊，对，而且发得很平的，呀、yeah ，哇，这个也没接好。放短，还有，哇！甘茂宏这球撇得很快哦。对。其实你只要对到了一个中文大学，现在打那么快速，你真的就是一对一，要不然就是你在战术上面要去放那个攻击手、嗯，就是说你这招下来我就要给谁，我要拦谁，你要用策略性的放球。长线，哇，这个漂亮哦！小心脚，还有、啊，哇，很拼，林谦。其实我刚才比较想，怕害怕他们脚真的、嗯。林谦那个动作好忙啊！我觉得他那个骨头快要散掉的感觉。对，而且没事。我举个球，为什么这么忙？3-1，放掉啊！这球出界。对，其实你遇到这种有经验的选手，他你要觉得他拦网，他你的手型一定要做好，要不然就是像这种感觉，有没有？只有两个人，我在李安城，你们两个在玩交叉，其实拦网这样子的手互补，结果变成两只手在拦同一个位置就不对了。嗯，撇到反倒形成了一个虚攻的效果。对，不管怎么样，得分就是好球。嗯，对。好，现在把杨晨给换上来。发球的失误啊，可惜啊！太挤了哈，而且这个球没有抛好。甘茂宏，
哦，两边防守都救到，再来后排李源，哇，还是打点有拉高哦，三个人拦网，哇，这个拦网高度是195啊，对，好恐怖哈、哦，这有国家队的等级，真的。嗯，这个球就刻意打这个整个外侧手啊。好，现在再把廖鸿生给换上来。哇，第二局到目前，整个国北教大的这个发球加压做得很彻底哦。国北教他把这个气派的那个台北康帝衣服穿了，我就灰哈，换了就很清臭，很醒目啊，很适合来加油。对对，哇！还有，再来，没事。好，修正过来给雷诺打长，拦到再来，再给曾祥明，嚯，硬要就对了。对对，不有这种身材，就根本不用想那么多，就这个点位就丢了啊！对对对。其实郑胜瑞的拦网那个防守也很好，移动的很快。4-6，林锦龙。哦，有出柜。就像刚刚邱老师提到，其实确实小敏的出手真的变快了啊、哦，出手变快了。嗯，因为其实到日本去的时候，你虽然高大，但是你的一个动作变慢的时候，你在后面的防守后排的移位对位也很快。嗯，所以你在等你出手我对位完，人家的移动也到的时候，你会发觉奇怪，以前可能在台湾这样打的时候会死，到日本为什么打不死？因为人家的移动很快。啊，好球，直接点过去啊、哦，直接点过去。顺势把这个球往对方的场区一推啊，8-5。好球，陈振奇，今年虽然没有在气派场上看到他，不过这个身手依旧啊。对对，而且永远都是这么热情，真的。他打球其实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在参加场真的是。那个很开心，嗯，是一个很有气氛的选手。对，在今年弃牌之前跟我聊，他说他今年就专心准备研究所，只会打大专杯了、哦。当然当然。哇！每次看到李源的好表现，邱老师的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哦。为他鼓掌，为他鼓掌，为他鼓掌。这个球员的子弟兵的成长看在眼里啊，对，还是觉得蛮欣慰的、哦。是，谢谢国北教大的栽培、啊。不，真的啦，到了不同的这个高中，到了大学阶段，如果能够有这种很明显的成长，哎，他是他的福气，对不对？对，没错没错，因为环境，嗯，在到有机会到国北教的这些好手方面，再来去打企业联赛，当然你的成长一定要有，要不然你就一下子就被，就被打到底层去了，就被遗忘。对对对、嗯，所以你一定要不停的一个成长。哇，这就还是一样，甘茂宏的出手超快的啊、哦，真的。哇、哦，这个就像欠技感换。中原真是快得不得了。嗯，举球也快，攻击手腕都快，而且他们又高大，高大脚又快、嗯，哇，那真的是点又高的话，那就很困难了。好，李源接连这几分的整个出手也很快。对对，他们的目标就是我就是要打 Cini。在原地起跳，它的整个高度还是会有一些受限啊、哦。所以你只要打 C
这个位置的时候打 C， 那他原地起跳的时候，他的拦网高度就没有那么高。嗯，对，10-7，敌人的发球可惜了。两分差，哇！李源现在每个球都可以让对手拦网喷很远呐、啊。希望他可以继续有这样好表现。嗯，而且感觉这个球很明显就是打他起来，这是一个正，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想法。哦，发长这球，接球也出现了瑕疵。施宇翔的角色在这次的整个大专的决赛担任自由啊，那这个球是完全接喷了，12-8，还是长球不敢放。哇，这球硬要想往下灌，正被雷诺给抓到。对，再一分是用，这有男人说的，用摊的，是手，那你来打我的手，轻轻的放过去而已。现在中原喊暂停，8-13，五分差。那你先听我这边，先对啊，接发球尽量用低手躲住，调好表躲住。那拦网，你就是把你的位置做好。我站这边，我就把直线顾好，中间旁边不要去看着球去抓，因为他都是打你这边嘛，所以只能迈个对球，把方向顾好就好，不要让他打到直线去就好。嗯，一个做好，一个先接好哈。再。好，第二局到目前为止，国北教大的整个发球的加压做得很好哦。也使得目前一直维持着领先，那现在在分数上有着五分的优势哦。那刚刚的这几个拦网又是这个拦的相当的准啊。李阳成的发球。只能掉这球，没事，再来可以出手，有哇！这个防守再是进攻的反击啊！廖鸿升再一分，很神奇啊！而且很神奇，我觉得反手勾到哎。对，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是防守，嗯，防守。14-8。好，打茶这球，甘茂宏，哇，到目前现在打得很顺啊，打得很顺啊。看来这四强，这都是大家势均力敌。对，会不会你一局？啊，这个邱老师在，没有，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也不过就连续三场五局嘛，啊，还能怎么样呢？对。哇，这球又想要用力啊！这球没有甩到啊，没有甩到。嗯，这个第二局的状况确实多了一点，现在要换人，要把嗨咖给换上来，李全宏，李全宏上来。把林锦龙给换下去，16-9，差距到达七分了。哇！李全龙说：“早该让我上来了。”哇！嗨咖嗨咖！哇！完全不用热身啊！真的。他说：“我的心在发烫。没，那个球迷讲的最的板凳暴徒，他真的就是板凳暴徒，真的是完全不夸张哦。
那个我的发型有点像灌篮高手三井寿的感觉。哇，真的是。现在开始要三分线继续得分了。哇，李元这球打得太准了吧！触网，触网啊，触网，触网，这是哇，中原大学触网送一分啊！这分有，这小姐有准备的话，应该接得起来、哦，因为就在前面而已。我们刚拿到官方的这个前面一场的一个资料了啊，这跟大家稍微再 update 一下。这个张玉生在前一场就拿了42分，那温奕凯是25啊，发哥是20分，一个抵两个。好，这球救得好，还差这球没打死。转直线，触网。好，这球又怎么了？又触网。哇，中原大学这两次都是因为触网送分呐、啊。哇，感觉到中原自己乱掉了。对，因为太想拦死他了，或是其实真的都你看两个都自己撞到自己。嗯，你看林谦那个重心最后还是往上压了过去啊。对对。哇，这球配得好，这球配得很漂亮啊、哦！我以为他要往整个四号位这边走，后面给了一个二号位嗨咖嗨咖，哇，嗨咖已经绕了地球三圈了。是是是是，三井寿嘛，三井寿，已经沉浮了很久了。当安西教练给他那个时候，他上场之后就是没有再怕了，没有再怕的，对，就无限开火权啊。对，12-18。哇，发得很棒哦！啊，这球太勉强了，太勉强了哦！那当然，现在对整个国民教练一样哦，还是要一分一分来哦，这种莫名的失误不能够出现哦。没错，他不能自己去，就像我领先很多，然后我自己就失误，这样是不对的。就是你一分来，我会更珍惜，我更要把分数拉开。嗯哇，这个球又接得有点这个莫名其妙啊！雷诺这个球完全没有掉出来，我要稍微冷静一下，连续两分都是莫名的失误啊！现在18-14，国北教大喊暂停。你在四号位嘛？四号位。对啊，你就拉过来这边，然后你们两个在那边等一下。美元说一下一接啊。李元退下来接，右层就站中间，然后孙乐阳接那边，然后你打老二 ，OK 好不好？来，三个一过来，哦，自己先打自己发鼓嘛 ，OK。来，喂，来啊，没事没事，哎，紧调，赶紧调整，赶紧调整，对，这调整了。赶紧应变了，不要接到整个弄岔球去啊。好，现在14-18。长线，西米放短，这球被救起来。还有，哇，还是一样，位置卡死了。哇，这阵子打得比较乱，这三分都比较乱啊。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甚至教练是不是，接球起来了，甚至。再暂停一次，然后挑战再用一次，把那个休息的时间再拉长一点，让自己的一个多呼吸，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一直很喘，都是很快，用一些方式让它慢下来。杨一平连发4分了哦，哇，节奏这球还是没有什么棒数哦，哇，连被中原大学拿4分哦。
哇，这几分都打得比较有点挫啊、哦，没有那么好的攻击力出来啊。对，突然间小轰起。对，就是一直是打一些长球啊。嗯，你真的不能一直打长球，长球不一定。而且你看中间，你中间二号三个180几、190，你要不然就打西你这个位置，要不然你看这个球起来碰到球后面收起来，就是又一波反击啊。继续发，连发第五分了，16-18，从六分差现在差两分而已。好球，还有啊，起来，有，啊、黄俊杰一换上来就建功。哦、啊，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博弈哇，真的是建功，这个高度真的有。那这个球其实他接得很贴网，嗯，啊，刚才因为他够近网，所以造成了西尼这个球他一定要跳起来，因为他怕他掉球。19-16，还有，好，哇，这两分算起来有再把那个气给压回去的啊、哦，有稳下来的感觉。掉开了，只剩下单call了，20-16，回到四分差。哇，这就还是一样，给的稍微离网子又嫌太近了哦，太靠网了。对，其实我觉得林谦要深呼吸一下，球都一直在快，而且自己还是很喘，所以一个举球人在球场上其实尽量有时候不要做太多的激烈动作，嗯，因为你会影响到你的血流的一个加速的时候，你就一直很喘。因为动作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一直很亢奋的时候，你球的那个稳定度就没有了。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举球了啊、嗯，球举得稳是最重要的。像这个球就 OK 哦，好球，这个球就很好啊。所以林谦因为他是举快球的人，嗯，所以快球举球人的呼吸其实很重要。对，你看他现在他还在喘。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当然了，这个之外就是你本身的体能状态要一直维持得很好，让他的那个心肺能力要维持能够撑住哦。是，所以有时候发球像他现在就放慢了，就对的，对，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策略。甩直线，这球没有甩到。要不要挑战？要挑战吗？拦网触球。好，这个球是国北较大的一个挑战啊，拦网触球。在开玩笑，今天看了第二场啊，那对所有的球迷而言，当然今天的这个另外一个决赛的名单还不确定啊。没有啊，这个球直接闪过啊，国北较大的挑战失败，没有。18-21，哇，林谦的发球可惜了。李源，好球，救到漂亮，啊！但是其实很棒，很棒，哇，这个球太可惜了吧？对。甚至其实这个球头脑也很好了，他想要去拨那个边边角角的位置，嘿。但其实对面脚有准备，你拖过来我就直接打下去。嗯，对，那是要看对手有没有去做这样的准备。好，中原的机会，
哇，这球出去的第一瞬间还是有点担心会碰到椅子哦。没错没错。好，这一分再让中原一个追上，又逼近了，差两分，20-22。对，这局其实对国家队很重要。好，现在再把队长给换上来，周冠宇。是是是，没有问题了哈。西米的发球可惜了，三分差啊、哦！第二局，王俊杰的发球，23-20。这球有救起来，有，好，再来。哦，这招新学的哦！哇，这个、哦、有了，他手法变得比较多一点、哦。空中转莲花，真的哇、哦！好像叮当叮当，看这个球转下去。哇，这个球真的是哦，手法变得更多样啊、哦，那也更有变化性，那当然对方就不好抓了哦。没错没错，21-23。啊哟！这两个发球，客座教练被冻没掉了哦！哇，这两个发球真的是拉肚子啊！客座教练盖整个脸都快，脸都要绿了。对，这个卫冕失误太差太多了吧？对，连续而且在20分之后连续两颗发球，真的想要想要拦网球都没有，想要把那个力量收掉，对对，太难了。没机会了。对，周冠宇。对，但是冠宇这个球就发得很好，啊、顺顺发。哦，嗨卡真的是一球一分呢。对，三井寿。哎呦，嗨卡真的是真的是好轻松啊！哇、啊，真的是弹无虚发。得分效率超高，22-24。好球！啊，这球落地，第二局结束啊！国民教大在第二局也是25-22扳回颜面，局数1-1。
两队到目前打起来真的是势均力敌啊、哦。那中原大学拿第一局，那国北教大扳回第二局。那个人得分部分，现在国北教大最高的是11分的是雷诺，那另外李元拿10分，这两门炮在一二局的攻速都很平稳。那在整个这个中原大学拿最高分的是13分的曾祥明，不过西米今天的表现到目前来讲，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啊、哦。到目前为止，仅仅拿了5分而已，这分数拿的不是那么那么的强势啊。那反倒是现在甘茂宏拿了有6分，那另外就是陈正奇拿了4分。不过这个攻击点没有说很清楚的两个点这样出来了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待会再看怎样，他会不会待会我们的那个客座教练会把刘玉玲换上来啊。刘玉玲也是大家一直在敲碗的，不过还是要看整个场上的状况的调度。对，没错没错，因为教练有教练的考量、啊、对。哇，这球有点可惜，还是有点急了，这球没有勾起来。对对对对，因为这球应该也是硬塞、嗯、对，没错。终于拿下了第一分，哦，踢到铁板，李元。对，因为你打这么高，然后你中间的，其实你看这个球的时候，像小是张玉生在打的时候，他都会打高点，他会打那个手指的部分，而且出手很快，嗯，所以这个球就会弹出去。但是李元会往下打，所以这个球就是会有没有打出去，这个很大的差别在这里。其实讲在选手真的要看袋子啊、哦，去观摩大家在某些球种上的一个打法跟出手的方式哦。对对对，模仿是最快的呀、yeah。对对，好球！哇，这个包长线，可惜了。这个有硬赛的那个要挑战，要挑战啊、哦！这个球要挑战。对，我们的那个显神教练马上把这按下去了。嗯。好，在这个时间点，你看到在我面前，郭波仪现在在做一些按摩，跟这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小拉到，还是怎么样？应该是有拉伤、哦，应该是有拉到。像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按摩的位置的话，应该是有点大腿的外侧有点拉伤、yeah。 所以防护员马上来做处理，做按压。所以刚刚他马上就换下来了。对，还 take 他。现在前两局才刚打完呢，所以说哦，这个球没有啊，就直接从手上面过去哦。是是是，他只要选择硬或傲的话，也许我们这边看起来，因为我们那个那个台子比较高，所以我们就会看得到这个球好像硬傲或许会比较好一点。哎，真的有两位选手都4月4号生日，林谦也是啊，林谦算是今天的生日啊，寿星哦。嗯，好球，好球，对对，所以他们的重点打心里那个位置是对的。所以心里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人家对针对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做。嗯哼，那客座教练也就要去思考了，就肯定啊，这个脚一直被打，攻击又没有办法马上有那么效果的话，那是不是就要让玉林上来了？嗯。好球！好球！哦，这就顶住，右成对，守得很好哈。啊，这就打到了网袋，其实出手还是很快啊，可惜啊，打到网袋高度不够，直接弹出了界啊。对对，其实快攻不要打得那么想要打得那么重、啊、打得太重了，快就好、啊、然后你像这个撇掉就好了，对，撇掉就好了，对。2-3，哇，又是打到网袋，哎，这球就到，右成真棒，跟得很好，哇，没有办法吃啊，对对对，好球好球，又是打这种个人移位啊，林谦的球还是配得很快啊，是是是，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们这几个人的身材够，而且这几个人的本身的机动能力也不错，所以可以打这么快、啊，没错没错。西米的发球出界，
看，准备玉林在后面准备了，看已经有交过去准备了，因为至少玉林在那边在拦网跟攻击这个这一方面是没有问题，但只是可能是现在考量是接发球跟防守，对。聪明，往对方的手上压。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这个球林先为什么会把球就是举得比较靠网，因为这个球的时候球比较前面，他用拉的。用拉的，然后身体又有点侧转的时候，这个球就整个拉进去。所以举球人尽量在举重球的，你要整个后拉这个动作，肚子这个，我觉得躯干这个部分就要再使用一点，就会比较稳定了。放短球，还有，啊，这球没有注意到，哇，这个球没有注意到，球弹过来了。摩擦呀，哇！今天会不会上演都是小虾米？不知道，不知道。不过最起码这个球其实是中原是有机会的，哇！是，都烧起来了。甘茂宏顶过来了，对，兔鬼的后啊，哇，这个球可惜了。是是是。而且我觉得这一局好像中原的拦网没有像刚才第一局那么强势。嗯。4-5，哇，小心小心！哇，这个球的三井寿真的哇，这个球真的很凶嘞哈，而且输手很快哎。你看这个球，哇，我觉得刚刚这一球红生也很准哦，好像踩红领的感觉。哎，马上是中路的突破，还颜色。对，其实这两局、这两场比赛到现在，你发觉红生其实扮演的非常有点隐形关键的角色。你知道吗？昨天在离开的时候，我遇到他，我就跟他聊一下，我说不错，卡东这昨天这样打，他说有，他有准备的很好，自己有不断的强化，而且调整的不错，他对自己就很有信心。没错，没错。哎，这球有了。就打这种快节奏高的打点的方式哦。对，而且我觉得这么快，其实像个小米是不是在跳早一点？因为这个球看球都掉到了小米的左边，这个球已经遇到了张玉生哈，这个球可能或是你今天直线是比较高大的选手，这个球你就直线就包了就下去了，所以可能要再跳早一点才有斜线可以做。李渊这个直线转的是蛮漂亮，可惜转偏了哦。对，就是奥赛。好球，好球，没问题哦。哇，这球相当的平，哎，可以打。哇，这个球，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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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米。哦，这个球李源打得漂亮，西米救的也是，这个蛮吓人的，哦，几乎要翻过去，已经翻过去了。对，对面的那个我们这个媒体席应该比较害怕。那中间还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桌子，对，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小通道了。对对，好险，要不然这个过去，而且他主要他应该也知道，他没有整个冲过去，要不然撞到了腹部这个位置，蛮危险的，就非常危险，而且这种冲击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嗯。啊，完全没人，完全没人啊！前排的三号位完全没人，轻轻一放。对，这个红生应该要身体要出去了啊。嗯。不清楚，哇，给到了，又浪费掉一次机会。啊，碰到了标志杆啊。真的，我觉得今天心里想太多了。嗯，这球想太多，所以这个球直直的斜线打下去就好了。对，他想哇，这已经是今天西米这种情况。你看，说着说来了，现在把西米换下去，要把玉林换上来，刘玉林给换上来。这个现在这个攻击的强度就更高了，而且高度完整，真的就是下场的没有一个是100吧。190以下的都是190以上的。
发球可惜了。对，那没关系，其实这个球拼也是正常的，因为其实才在刚开局，刚开始的前段。好球，空中的横移啊、哦！好球，好球，李源好球、哦、校长都站起来了哈、哦。嗯，其实刚才像校长，好像一暂停一下，又换边过来，哇，过去跟他们加油打气啊、哦。校长跟他们站在同一个地方。8-10。李源这个发球没能够掌握到啊、哦。第三局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原大学维持这个小幅的领先呢、啊。是。好，刘玉玲的发球。哇，好球啊！这个球李源在空中真的是停很久啊。对，这个曹喜举得很好。嗯。那在空中的时候先停留一下，等来好像觉得你要举快攻的时候。掉下来的时候再举看，这个球，茂宏整个就偏掉了、嗯，就身体先移位，以为要去拦快攻啊，再回来再拉回来。是，所以举球员举球的那个 timing 其实很重要。啊，这球直接打到了线绳，出界。好，这个球要来挑战的是有没有 touch 到啊？有没有拦网触球？这第三局现在等于是两边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啊！现在两局打完1-1啊。没有啊，这个球并没有 touch 到。对，没有没有没有出球。哇，真的是出手还是快啊！对。而且真的在高点打，嗯，真的在高点，球的位置还不是很舒服的一个攻击位置，其实好像可以再高一点，对不对？可以再高一点，对对对，因为球好像觉得它掉下来，而且球在它的前方，对，都在旁边啊，我们是在上点管，对对对，好险它是打平的出去，尖角往下打，这个球可能就是挪移，要不然就被拦到了。12-10。哇，这发球也没掌握啊、哦！对，其实中友真的不能在自己有的没有的失误太多。嗯。被拦回来，再来。海卡想要打平的也没成，雷诺打长线，哎呀，可惜啊，没有闪过标志杆。对，这个我们也说了，也是想太多，真的都想太多了、哦。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像这样，我们在下面会不会喊有没有人拦网？没有拦网，没有拦，没有人拦网的时候，你就别他，我觉得他可能想说有人拦网，他想去做一些他需要的动作。对。李全王的发球还是稍微长了一些。还是仅仅一分差啊，相当的接近啊。雷诺。被拦到，还有。啊，打的点拉高，可是又是打长了啊、哦！对，太想用力。其实他讲点拉高，
往下压，而且用手腕的下压的动作，这个球也会硬塞。但是他是整个甩，用甩的甩出去的时候，球不会有旋转下旋的动作。不是他这种打法是不是还是比较快攻的出手方法？对对对对，啊，不太像是主攻手的打法。对对，因为毕竟小米以前是打快攻的。是，哇，这个球雷在中间的一个整个拦网，又把林谦想要吊球的这个企图给瓦解。哇，李源这球跟得很漂亮啊！是是是。现在又是让国北赵大，现在反倒超前14-13。嗯，雷诺的发球还是多了哦。哇，真的到了这种决赛哦，那战绩跟整个这个顺位已经没有什么很客观的标准跟依据了哦。好，修正给李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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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拦下来，再来后排，啊，还是没有能够闪开。对对，各位你看，其实刚才我们这边看得很清楚，其实这球拦得好，正奇是手攻，因为在拦网这过程中，他会把旁边的拉进来推过去，拦网中间的时候，他会把旁边的推过去，叫他们拉进来，所以他就一直在控制他们旁边人要怎么去拦网。相对的位置。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一个拦中手应该可以做的事情。对。他等于就是那个标杆，对对对，先把那个标杆定清楚。因为你篮中的人，他对位其实对的，已经是对的最准的，嗯，所以他会把旁边的将他拉进来，嗯，他把他盖那个球三人拦网了，他把玉林就拉进来，嗯。啊，后场没人，全部的人都挤在前半场，全部的人都在前半场，后场空虚啊！这一分让国北赵大拿到16-15。哇，感觉上大家的那种整个气势中原了这样。哎，这球偏了一点点啊！对对。好，现在又把这个关键的发球手给换上来，杨逸平。对，刚刚的杨逸平哦。对，在整个第二局，他是从落后6分的情况之下发到剩落后2分。发球发了4分，发了5分，两颗直接 S。对。哇，直接！哇，这个假动作做得漂亮。陈朝喜帮助国北赵大拿下这一分，17-16。哇，这球看起来还是有办法在即将要越过这个篮把整个网子之前哦。哇，那林谦盖那个跳得真高，真的，硬把他给救回来。对对对。拦到再来，哇，李源，这个球是从哪边钻过去的？中间应该有洞啊。今天这一场李源圈粉应该蛮多，真的。18-17。李源的发球，这球守得漂亮，再来，雷诺，啊，这球中原没有注意到球落在了自己的场区，再让国北较大拿一分，19-17，现在中原喊暂停，2分差。
拉一下，节奏拉一下。一个过平狼王，一个平狼王啊！你口王麦直上直下，爱口子的问题啦。哦，太少了，我。对啊，像我们以前庄老师常讲一句话，你这个困难是你们自己给留给自己的吗？之前的那个庄老师都会讲，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狼王要讲好，骂包括你骂包，没有在什么所谓的骂包，就是有骂包而已嘛，没有什么讲好的嘛，骂包就是骂包，上来就该处理嘛，来，来。好，现在有点被对方给打闷掉了，真的被打闷掉了，没错。哇，这场比赛到目前的整个剧本看起来是肯定会很精彩了哦。那现在看起来这第三局从原本的落后到现在稍稍领先，那国北教大目前两分的优势在哦，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局的最后的这几分了哦。李元继续发，好，还卡。好，李全勇切剑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对对对，也有高度，嗯，而且真的也经验也有嘛，嗯，18-19。哦，这两球都没打死，再来，连三拍都给雷诺，第一球打长没打死，爆爆也没打死，然后直接第三球直接撇掉。被国北教大拦网成功，再下一分，21-18。对，是我刚才说的，看这个球这么平球都掉到直线的时候，现在换联络去拦网的时候，就不好再去做出手。呀、好，现在国北教大换人上来发球，9号的张浩博。现在是整个这个国北教的拦网最好的，前排有两个190几的哦。哇，这球不是很顺啊，不是很顺，果然。再来，还是给雷诺，哇，这球出界。好，来挑战的是拦网触球。我们的气球挑战的是拦网触球。拦网触球，有没有机会嘞？双方目前打到了这个第三局，从原本的落后到平手到领先，那这几分又打得很嗨啊，那打得比对手还要嗨。没有啊，这个球直接闪过去哦。19-21，差两分。陈正奇上来。啊，空掉了啦，完全空掉了。雷诺这种打长线，这球就太轻松了哦。对，而且他是从里面跑出来。是。这雷诺的球，假如再打得有点速度一点，我相信应该是很可怕。嗯，22-19，郑胜瑞。
两分差。哇，这球李元真的是砍打，呵呵啊，真的是李元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这个代表作，李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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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神了，小李航空，小李航空啊，哦，真的是，对，哇，这种修正球一样啊，就只要举高就把它处理掉就对了。好，现在换人要把周冠宇换上来发球。嗯，23-20，好球！啊，这一球失误。陈振奇的前排中的出手失误，高度不够，再一分，24-20，现在是国北较大的第三局的局点。好，吞下去。好，现在发完球之后，还是让雷诺上来，让雷诺上来。不过这两分其实发的就有把那个军心给稳住啊。对，没错没错，也没有失误，我觉得这就是很好了。嗯。啊，这球接的不好，接的不好，球过头了。没有举球前排一样球过了，你还是过好。嗯。现在中原抢下一分之后，国北交大喊暂停，24-22，差两分。相信自己啊！哈，相信自己太难。好，现在整体的当然局面上来讲对中原大学是比较不利啊，对方已经是局点了，前两局是1-1，关键的第三局。又是李元的四号位切进来，这一分没问题。第三局结束啊，那国北较大25-22，再下一城局数2-1。
好的，到目前的整个战况对两边而言啊，那国北交大到目前的整个二三两局啊，在整个中后半段啊，不仅是防守拦网，而且主攻手敢打，对，啊、而且这任何的修正球交到手里就完全不啰嗦，一枪毙命。对。其实他们到后段的时候，其实很多守备起来的球其实都很有效率。嗯，这敢打就赢一半了哦。是是是。目前李源已经得分到达20分，那雷诺也有15分的进账啊，这两个是主要的攻击的主力啊、哦。那相较之下，在整个中原的部分，今天的整个攻击到目前就是曾祥明的16分。可是呢，除了曾祥明之外，其他都是个位数啊。甘茂宏8分啊，那李全宏8分，可是原本大家所期待的西米，到目前仅仅是零星的6分。是。好，看第四局，西米上来了，好，第1分。对，其实现在中远真的需要气势，对，需要那个精神。对，那一种跑起来这样子很强势，要不然的话，就是会一波会被国北的气势又带走。呀、yeah. ！哇，这个李源的状态一直很好啊！哇，李源这样子好厉害，没掉啊！现在艾莉也上来了。哦，这一局阵容变蛮多，艾丽跟李全宏跟西米，还有祥明，再加上林谦，1-1。哇，这两个真正是过头了。哇，曾祥明现在的这种打法，他那个出手，其实那个球其实比较不是包球，都直接是撇球、甩球啊，对。哎、啊，你用甩的，其实球要够进去。看这个球，对。所以那个球其实没有什么旋转啊，不是那种比较顺势的旋转。其实不用打的那么边边角角。对。其实那个没有的拦网，你往中斜线的位置打下去，其实就得分。嗯，打那个落点就可以了、哦。对对 对, 对。可这种打法就比较难抓落点了、哦、对，没错。艾力，哇，高啊，210。对对对，需要是，你看艾莉跟王俊杰相差应该有30-40公分有、嗯，对，俊杰应该才183左右，对，180出头，对。闪开，闪开，没事啊、哦，西米这一球闪得够快。要来挑战的是触网。好，现在来看这个关键分最后的一个这个鹰眼的一个回放。有哎、欸，哇，这个手是还是压到了，还是压到了。对，神判断。真的。3-2。对对，拦到对球过来太快的时候，球都在你的左边，对对，都在左边，所以他只能打直线。嗯，啊，没有戳到，没有戳到啊、哦。所以小米其实可以跑斜一点点，要不然就是再跳早一点点。所以我们这边的看起来球都在他的左侧，所以又遇到雷诺，他直线没有办法得分了。嗯，所以说都是一些小地方，可这个切入的角度就也会影响到那个可能的 choose 能够有的变化，要不然你就要跳早一点，嗯、在空中得叫林谦再跑快了，像你在打长 piece 一样。那，哎，有撇到，有没有？没有，这就跳的稍微早了啊。Yeah.
丽的出手，可惜了。对，那么艾丽其实平常她的发球的一个质量是蛮有的。嗯，对。好球，出手快，陈建奇。对。哇，不过现在好像郭博弈的状况现在已经上担架了哦，看起来他的脚的状况应该需要稍微再进一步观察一下哦。对对对，可能看他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哦，好球，廖鸿生。哇，廖鸿生在这一次的决赛前的这个准备状态真的不错哦。对，没错，在这两天真的有顶住前排中的一个重责大任哦。这个状态。嗯。没接好，再一个顶住，好球，还原色，再是陈振奇。其实，在球场上，尤其在排球场绕圈圈很重要哈，越绕越多圈的，对，越来越嗨，通常赢的比较多，真的。圈圈越小，越不会赢球，真的。哇，这个李元骑马射箭都行啊！这个就像打野球场一样。以前高中没这个东西，没教这个嘛？你没教这个？没有，你赶紧掏哦，啦，赶紧掏哦。可能是谢晨老师教他。真的。六比六。短球。后排，好，这球守得不错。哇，李元啊，哇，李元现在想撇哪就撇哪，想转身就转身，想直线就直线啊，如入无人之境，真的，所有人都变成背景板了。对，七比六。哎，这球应该 no in， 这球应该 no in， 点不够高。好，现在就要再把主攻手做一个调整。刘玉林上来，把西米给换下去。八比六。哇，出手虽然说快，可是防守的位置也很好。还有，球得漂亮。好球，李元这球被拦了下来。有，可能到现在换中远嗨起来了。啊。七比八，只差一分。拦到了，不过直接拦出了界啊！哇，这还是有点很积极的想要压过去了哦。现在准备要调整一下举球的节奏，要调整一下举球的节奏哦。要把刘少宇换上来，让林谦退下。平的，你的左手刚才讲了。
不要不要，哎呦，小心小心，哇，这个超危险的，对，主要是手的手指的部分，对，要特别的小心哦。哇，这个刘玉玲也很敢打，这球打得漂亮哦，也是骑马射箭啊，嗯，手腕的运用也很好，这都是大学老师教的，对。好球飞出去，好，再一分，刘玉玲分数赶上来了，9-9。啊，没接好啊，没接好。啊，这就接过头了。艾莉的身材这个时候就很好用哦。而且从上面还是灌了。嗯。对。好，现在国北教大喊暂停，目前变作是一个10-9。他们还是要拼啊，头不落地啊，对不对？哦，让冲击头敢打。喊出来哦，直接喊出来，要讲什么，要打什么就喊出来的，好不好？要沉住气，要沉住气。好，双方目前短兵相接，那分数互有领先。那中原大学接连这几分呢、啊，也是在发球上的加压哦，又是超前10-9。不过郭博弈刚刚我们发觉，就是他现在也要先送医院，因为他抽筋，而且抽了一个钟头。哦，安全起见，还是先送医院。是是是，哇，这个确实是整个身体的一定有些状况，有些机能上应该有一些状况。对，要赶快去送医院。对，赶快送医院。现在说现在已经担架抬走了。对。短球没办法了，来不及。10-10，李元，哇，嗨卡真正起立过过会亮的哈，哇，真的哈，嗨卡上去之后，李全勇上去，那身体还可以再停留一下，拉开一下，对对。哇，李元抓不到啊，你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啊、不过看得出来李元的体能状况是很好的，对对，很好，因为其实在亢奋嘛、嗯、连续追求的时候，而且他们真的就是去打，就是去打那种气氛球的、啊、所以无形中会把你的气氛一直往上带，你的体根本就不会累，是大家一直都很嗨，现在都没什么感觉，对，但是你讲一旦这个落差下来的时候，体能掉下来就很快很快，哇，这个2米10厘的快攻感受一下，发球哦，哦，艾莉的发球，哦，哦，艾莉的发球，嗯，12-11，哇，好难接，落得好快呀、啊，真的是落得好快哦，这球真的好难接，你看这个球下来瞬间下坠，对，因为它很高，而且它打得又薄，你看这个球瞬间掉下来，真的，嗯。很不好接哈。我们来请求第58号加九号张浩博成。好，现在把张浩博换上来。13-11。出界，多了一点啊，这个想要发长。这球没接好，只能够修正了。好，还有，
哇，这球没有拦死，那一样啊，是一个空档没补上。14-12。哦，这球发的角度够偏，又是李全豪。来哦，来哦！15-12。哇，电杀力耶！廖鸿升，哇塞，我觉得鸿升的状态还比高中的时候状态还好。还好，对他这阵子状况真的好，真的好。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体能做得很足够，他们的那个，我觉得他们的助理教练其实在体能这方面给他们做得非常的足够，很扎实了，很扎实。所以你看他们在谈天，为什么李元到昨天打五局，今天在打五局体能都不能掉下来，所以延伸他们的一个整个体能的对维持是很好的。守住，哇，这就有点欧巴的危险，再抓还是被压了回去，哇，真的是啊，曾祥明这球硬是往对方的抢区压。16-13。哇，哎，李元真的打得很神呢，哦，每个点都基本上他想怎么打怎么打。哇，这跳的高度，哇，跳的真高啊！而且打到目前来讲还没有任何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高度往下掉的这样子的迹象啊。对对，哎，改天我再问他，问他到底吃什么，吃的什么？好球，修正好球。哦，好球，好球！哦，这一年的整个历练啊，也是看到了，确实啊，在整个主攻手的一个炮火的威力上来讲，这还是可以感觉出来刘玉麟的一个进步跟成长啊。对，一个一组的选手，真的到这边完全没有羞涩啊。哦，最神的人又上来发球了哦。杨玉平，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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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这真的是真的三楼打下来的，这高度真的，我这边看起来很牛哎，好像标志杆哎，真的从标志杆的那个位置打下来哦，跟那个整个高度，来再看一下，哇塞。真的摸不到，太高了，太高了。好，现在整个中原打得很嗨，那国北教大喊暂停，双方目前的差距是14-18，四分。虽然差四分啊，把分数咬轻一点，压力会在他们身上。哦，但是看这一次如果有把分数咬轻，那我们机会就来，啊，要给自己有信心。大家要不要有信心？不管后面的，不管接发球，前面拦网。四分差，啊！再是一个漂亮的拦网。为什么他有打电话？知道吗？就是抠被抠到了，你们这样被抠到了，抠掉，然后他就用抠你抠我。杨晨之后换上来，19-14。对，这个高度真的有。真的，这个这拦网的高度确实就真的有。
不要不要不要，小心小心，出网出网出网啊！陈朝琪的发球，哇，这球又是接球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缺误，这是现在反倒是中远要特别注意啊、哦。是是，虽然说领先，不过接发还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啊。这一分被抢回去，16-19。而且大家会发觉，康迪一直都很嗨，嗯，他落后三分是不是还是很嗨？嗯。哦，再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哇，这个球落在一个死角三不管地带，哇，真的发得很漂亮，真的。现在的整个情况要稍微要让对手这个气势中断一下，中原喊暂停，19-17。好的，目前在整个第四局的后半段，那分数又被逼近啊，差两分。陈朝琪的发球，好球，这个角度拉得很高啊，好球，刘玉玲。对，少宇这个球踢得很好，其实少宇的球就跟林谦的调性不一样，嗯，他的球就比较慢一点，有点高一点点的位置，对。短球拦回来，再来，好球，我修成这样真好，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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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球要来挑战是球触地板，这个球我们落地啊、哦，这眼看着在整个第四局领先的中原大学分数被对方给逼近，不过现在的分数还是有着三分的差距啊、哦。那先来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直接落地了啊、哦？这连续两天的整个的大专的一个六强决赛啊，那不管是对国北教大还是对彰化师大，都是先过了头一关。那今天在挑战的整个内容上来讲，哎，这球应该是在有哎，整个球是在手掌上，整个球是在手掌上，中正球，对，整个球在手掌上，没事没事啊，这球应该是没有触地板。哇，这球救得漂亮啊，救得漂亮。这球很关键哦。嗯。哎，角度有打出来。哇，这一来一往差很多，差两分呢。再被拉回来一分的话， yeah. 哇，那个压力就是好像贤成老师说的，就在中原这一边。嗯，18-20，李元，
哇，这球又被拦死，19-20。其实现在的篮网的高度，你应该去挑战的是浩博，而不是举这个球起来，那两个190几的人去，然后又那玉鼎虽然说也190，但是你不会用你的优点去打人家的优点。是。标准标准标准快攻。我们应该来，是不是有规划？也有规划的一个。21-19。好好球，运这球。有球，好球，好球！雷诺还是这个直线的九米线掌握得很好，还是只差一分哦。是是，其实各位教大家看，其实你好球之后，举球你举球，你稍微停顿一下的时候，其实艾莉就会跳起来。嗯，哦，这一点因为他经验没有那么足，他以前也不是打排球的。嗯，所以你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吊他的话，两侧就很有机会。杨承恩，啊，这个球发生了失误。哇，真的是有压力啦，真的是有压力啊！现在平手了，21-21啊！哇，真的是有压力啊！哇，这刚才领先5分，看这一球了哈，这球啊，杨晨手软了，这个球就也很关键了，因为这个球其实起来。你的状态，你还是在自己这边。嗯，那你一把发挪印的时候，这球起来的状况就不一样。看这个球，艾莉的发球。呀，哇，在他手上球好小。我觉得整个球场都好小，变小皮球啊。整个球场都好小。有，廖鸿生跟得很快。这个跟邱老师已经播了连续3场的5局，会不会从此不知道这一局中断？不知道，我们就让他这个很自然的发生。是，没错。看接发球了，对，打球。好，这球守住。有，哇，抄袭哦，他也是攻击手以前哦。哇，还是让祥林的这个4号的一个大斜线先是。拿下了关键分，关键哦。李玄宏，哇，李岩，李岩，李岩，前排的快攻掩护，李岩再次后排穿出来。要挑战什么？现在要来挑战中原逐步犯规吗？对，逐步犯规。好，要来挑战的是逐步犯规。中原要选起逐挑战，挑战的是后排攻击。好，在关键时刻，现在是中原大学的挑战啊。关键哦，关键哦。这场比赛又关到谁进决赛？那目前看起来，两边来看这个球的出手离得还很远啊，没事没事。挑战失败。好，现在再把周冠宇给换上来，23-23啊。
哇，这球，这球被陈超时直接单扣啊！有没有，都是直线，哇，因为他是跳起来球速很快，到那边的时候就是直线的位置。呀，那个球就已经没有什么斜线的空间了。对对，所以他要跳早一点，因为球又往里面去，他脚没有跳早一点，是没有转向的话，这个球就只有直线可以打。对。24-23，赛末点。没接好，只能够修正。哇，真的是够高。哦，真的是够高，硬是抓过去。好，现在24-24，现在还是再把雷诺给换上来啊。轮到了曾祥明的发球。这个球真的是，哇！李元金真的是这可怕的存在啊，可怕的存在。头还在晕呢，哇！这个球黄义凯真的直接被直击啊，这球就关键哦，真的。25-24。哇，压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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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玲是。这个球感觉他有点像奥赛，真的，其实很接近了，相当接近了，25-25。奥赛啊，这球没接好，艾力太真的是够高啊！我以前很怕奥赛，看那个球的高度，哇塞，太恐怖了！慢慢的飘过去，还好在界内。哇！再把郑哥给换上来，现在是中原大学的第四局的局点。哇，这个试想会不会太心脏要够大？心脏真的也够大。陈正奇，长线，还有，再来，还有，哇哇哇哇，来哦，还有，还有。这一分拿到，刘玉玲把这个关键分给抢下，第四局结束，真的是托邱老师的福啊！我们连续四场球都要进入到五局大战，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这场国北交大跟中原大学四强二的最后的一个关键第四局，那原本看起来好像要结束了，对，那其实峰回路转，再是让我们连续两天跟邱老师合作的第四场球，对，都是完全无悬念，都打五局，睡哦，对啊，那还好今天开始的早了哈，九点再怎么打也不会打太晚，可是后面还有两场啊，你怪老了，你怪单砸爆哎哈，对对对对。哇，不过这两球打得真的是精彩，今天的两场球都打得很精彩啊！在男生这个部分，目前在前面一场3-2，那这一场也会是一个3-2，可是谁会赢不知道。那在整个第四局的关键人是刘玉玲，在第三局他上来只拿一分，那现在呢第四局拿了6分，尤其后面的关键这几分都是让他直接的出手。是，那李元还是很强，李元到目前拿了有28分啊，他在第四局也个人拿了有8分。好，现在进入到最后的15分啊，到底谁能够进入到冠军赛？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开局其实就很重要。嗯。这球守住哦，哇，这球打包没包到，打飞机了，是是是是，哎，这球要来挑战的是触网，看起来雷诺他们都很有信心的请教练来挑战，难道是有看到什么吗？对，不换就下吗？不换就下吗？怎么错？其实李元还是要撑得住气，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越到越后面，那个时候就越要就去处理。好，关键的第一分，看谁先抢下啊，看谁先抢下。一个挑战呀！啊，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哈。其实你看这个球下来玉林的时候还往后一点，哎，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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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因为他下来的时候，我们是看他是衣服触网，嗯，对，衣服触衣服。对，衣服出，没错哦，这球衣服。哇，这个现在每一个动作都要，当然了，所有人都一样很仔细在看着了。对对对对，没错，因为衣服那个荧幕看起来就只有上半身了。对对，啊，但是下半身，其实他下来的时候，下半身那个是很明显的。嗯。翻过来。啊，闪掉，这一球闪掉，哇，李全宏这一球对手闪掉，那要挑战什么呢？拦网触球，这种在关键的时候，每一颗可能第一分就挑战了。哎，这你看到，哦，这个真的峰回路转了，原本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对中原最后的开局，想不到一个触网，哇，现在整个局势完全不一样啊。球给谁？给谁？怎么突然间拍我？对对对。好，现在的整个状况还是要看看到底这个球有没有拦网触球哦。打到了第五局了，那谁能够进最后的冠军赛啊？现在还要再等个10-20分钟。哦，有拦网触球，有手的位置哈，没有，哎，没有，没有。
好，确定是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影子哦，跟你们手指头，是对，没错没错。各州教练就是头摇到，两分都是国北交大拿下。哇，这球机会又没了。哇，开球甲连拿三分的话，啊，李元现在真的就是要看他能不能沉得住气哦。机会创造出来了，现在已经打两个高空球了哦。对 对, 对，那可能打两架飞机下来，教练是不是也要稍微知道一下他的状况、啊、因为两个球是不是体能下降了，或者说他的一个状态，就先看他的攻击的状态，该郑胜瑞可以上去，等到前排的时候再让李元上去，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对。啊，漏掉，打长线，雷诺的长线漏掉啊、哦。对，其实这个球，我觉得林谦应该要先过去守直线呐、啊。嗯，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下来，下面的人是可以守小球，看连那个曾祥敏也在那边，对他站在那个前面，就变成很多人都在去守那个小球。呀，三比一，王俊杰。好，这球跟到球的旁边啊，试一下，还是要跟到球桥旁边比较保险啊。没错，没错。二比三。短球。还有，玉林出界，哇 ，timing 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哦 ，timing 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其实这个球其实真的，玉林这个球出界其实真的不用大力，以及他可能也犹豫吧。嗯。四比二。打一个高打点，可是没打死。这球雷诺直线也守住，放短还是有往对方场去压，再来这一分，国北交大拿到。哇塞，整个气势哦，气氛哦，国北交大嗨起来哦。五比二，好，这球还是没打死啊！再一分，哎，奥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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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奥赛，对，奥赛，奥赛，奥赛，对，奥赛，对，奥赛，对，对，对，奥赛。所以他们在挑战的时候，教练都说啊，他们这个奥赛说没有，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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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看得很清楚哦。对，对，对。三比五，哇，这个现在有点力量，先放掉一点点哦，先把这个准度给打出来。李元这一分还是拿到。对，像这个球，你看，他就比较没有像刚才那么大力。他刚才看那个小米没有跳起来的时候，他轻轻的抹一下，这个球产生不同的变化。六比三。切进去被点到，再来，哇，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啊，又被李元撇掉一分，哇，这个球真的是自己的机会终于没把握啊！哇，照这样看起来，哇，真的是有点麻烦了，现在又再要换举球，把林谦给换下去，刘少宇上来，对。还有，七比三，还有，哇哦，
今年好像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了哦，真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放短，还是没打死。后排，还有，好呛呛呛是呛。李源，好球，还有还有还有，再来，还有还有李源，哇，这球界内，这球界内。对，哇，连篮三颗哈、哦，好像打到了小敏的脸啊。是不是应该要换了一下？其实小敏的状态好像也没有到，其实他到后排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可以换个 C 米或者换谁上去？四比七。哦。还有、哦，来，还有，阿球来，再来、哎，没有人了。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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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你可以看到，真的，我想对陈振奇儿也很久没有打这么高强度，打这么长的时间，咱们差优啊。好，现在。国美教大喊暂停，目前双方两分差七比五。还有还有。暂停结束，现在曾小明要继续发五比七。好球！哇、啊，这球还是让李源，关键分李源拿到，现在先拿到第八分，双方换边。对，都是一直他需要，他需要，他需要。对他已经没有打算要把你往下打，他每个球都往外打出去。这个是很棒的一个打法，因为以后就算两个人、三个人拿网，你敢打他球要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个你的直觉，你要做什么就很就会很笃定，嘿，对。但是三个人拿网，你想没有动，你就开始哦，我怎么办？因为我不会打他球要，对。这他球要是一定要会的一个基本功，对，一定要会，又是大炮手，你一定要会，因为。大炮手像垃圾车一样，你永远在资源回收。收起来不好的球，一定是大炮手。所以你只要是大炮手，拜托你不要去想说为什么球都是不好打的球。就是不好打的球，你处理吗？对，才是大炮手要做的。不要去想说哦，我是大炮手，哎，为什么我的球都是不好打？啊，你打不好就表示你的技术层面就没有到那里啊。中间的快攻还是没打死。后排哇，雷诺再一分呐、啊！哇！现在整个哇嗨到不行啊！哇！还有，至少还有了哈。其实中原就是打嗨的球啊，嗨，狂嗨，猛嗨，气氛真好。林谦上来九比五。好球，刘玉玲。好，现在换两个人，把艾莉换上来，另外把杨一平给换上来发球。对，待会就很重要了。我们这几颗球守起来能不能有效反击，这个就很重要了。哇，雷诺这球又让他给找到了洞啊！对对对对，哇，这分再拿到，哇，现在整个分数的落差还是存在啊、哦。对，而且国美交大真的，我觉得那种打起来真的就是
team work, team play， 就是大家团队。就是大家打起来，你看我们什么中原的大家打起来都闷吧，还是闷闷的，就是一个人。当他们是跑起来，整个那种气氛带动整个的技术。10-6，刘玉玲再一分。篮网真的现在就是篮网，对他们现在就是球一起来，他们就是没有拦不到。嗯，对。那后面也守不到，那就会让分数一分一分一分，让各位交大一个一个带走。还是一个三分差，林谦的发球，啊，这球压线，这球压线放掉，这球是判断的错误。郑正瑞上来，现在差两分而已哦。哇，发球真的很敢吃呢。有机会，再来，再来，再来。好，再一分，刘玉玲，再一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林谦举的真棒啊，因为我们这边看起来球其实真的已经贴到不能再贴了。他靠身体的力量把球举到去给刘玉玲去打这一颗球，所以这个球只要得分，真的这个球林谦真的举得非常的好。9-10，只差一分。啊，角度掌握到了王俊杰，哇，关键的一分，关键的一分哦。这球只要刚刚又被拦到或者手起来反击，就是平手哦。所以李元昊现在的发球，这球就很重要。嗯，因为你只要又得分，就是三分。但是发球失误就是一分的差距，哈，压力就还是在，我觉得就两边的压力还是都在啊。11-9。好球，好球，还是交给中间的艾丽。真的很敢给艾丽。接球接得好啊，差一分哦。真的很敢给艾莉。好，轮到刘玉玲的发球。看这个球的跳发了哈。哇，这个球没有包到啊！没包到，没包到。其实我觉得这个球，你真的只要想要只要发呛死球，那你干脆就跳飘，对，跳飘发球也许。位置点会更好。这时候把陈柏勋换上来，强化整个后排的防守啊。好，这边也是国北交大的郑浩博上来发球，12-10，第五局。哎，真好。好球，好球，还是给曾祥明。有有，祥明，这球就快了，这球就快了哈。哇，这球打点还是拉的相当的高。对对对。看这球的发球。嗯。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篮网，篮网，对。所以他们现在比较难去追的是快攻会有雷诺。还有李源，所以他们就会没办法好好的去锁定了。好球，顶起来，还有，啊，这球被抓了一个连击啊！哇，这球是真的只能说是忙中出错啊！这球是忙中出错，哇，这一分再是让国北较大拿下13-11。对，这一颗哦，这个角国北拿到之后似乎。这个就很困难了。嗯。哇，好球啊！还有，没打死，还是给李源。哎呀！再来，再来。哎呀！开网。还有，还有，来，小明，哇，这球没敢打、啊，
再来再来再来啊，来不及了，这一分国北教大拿下，14-11，赛末点。今年真的大家的热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是这样吗？对对对。好，现在还不知道，还没结束，没打死，再来。短球还有，这球用脚也来不及了。还有还有还有。好，再追上一分。轮到嗨咖的发球，12-14。还有，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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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还是给雷诺，这球直线勾起来，还有，再给雷诺。斜线触网，哇！这球是中原大学触网，比赛结束。国北教大在今天真的是用上演一个难以想象的内容，3-2击败了2连霸的中原大学，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那去年的冠亚军都在今天的4强战当中落败，是，我觉得。哇，败给了彰师，那中原败给了国北教大。这场比赛的内容，国北教大今天真的完全把整个团队的这个实力默契给展现出来。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里跟外搭配得非常好，他们的加油团也好，其实给他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动力。然后我觉得我们国北教大今天真的每一球的把握住，每一个人该跳出来，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他们在落后4分5分的时候，他们的气势还是一样，还是会跑动。但是我觉得中原的联络班就没有这个样子了哈，就一直感觉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确实，在球场上，我们真的是所有事情都是。要坚持到最后的一分一秒，而且真的是所谓的球是圆的啊！我想很多的球迷跟观众可能也都本来预估说，哎，应该还是师大还是中原是赢面较大。对，那赢面较大代表当然是他们以往有这么长久的历史在啊，所以说他们的实力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对。可是对于真正的比赛下去的那个整个内容，你看第一局他们的拦网一开始也是压得让国北师有点喘不过气，对，可是第二局开始整个状况不一样。对，其实国北教大本来就是一个他们不怕你两个人拦网，他们就是他们很像这一次的系列赛，雷诺、李源甚至洪生他们的一个拦网，还有他们的防守到后段的整个的一个我觉得该把握的球其实把握得非常好，所以你看整个的一个球起来，他们守起来，他们得分的效率是高的，非常高。所以今天反而变成中原大学在打每一颗球起来，其实他们都一直战战兢兢。而且今天其实翔敏的状况其实并没有非常好，后面的那几颗那四颗球给他，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吊球。其实这个球，其实我觉得翔敏这个球不管你怎么应该要打，因为你高度也够高，你吊的球后面的全部都在手，你吊球一定会比你强击好手。对，所以我就这个，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球场，谁在临场表现得好，他就会得分，他就会赢球。对，就这真的那几个关键分，你到底胆识够不够了啊？对，那当然，这个结果不管对所有的球迷看起来就觉得哇，这出乎意料。不过这就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啊。对，没错。好，我们来看到在4月5号，也就是这个连续3天的一个决赛，最后关键的整个比赛。当然，今天的比赛。先是看到台北师大是在女子组的部分3-0击败了中正大学，高雄师大是0-3败给了台湾师大。那所以说明天的决赛呢，将是由台湾师大跟台北北师大来进行这个女子的决赛。可是在男生的部分，一点跟原定1:30的时间，那彰化师范大学3-2击败了台师大，然后呢是国北教大3-2击败了中原大学。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将是在 SSU TV 来做现场的实况转播，将是要看到的是台湾体大跟阳明交大在男生的5-6名，再来是女生的清华大学跟国立体大女生的5-6名。
那在整个转播的包含了 SSU 跟啊博士运动一台的一个决赛的部分，将在4月5号的早上11点开始。先要来看的会是男生的季军战，由台湾师大跟中原大学来争季军，然后呢是女生的季军战，将是高雄师大跟中正大学。接下来是女生的冠军赛，是由台北师大跟呢台湾师大。最后压轴的是男生一级的冠军赛，将是彰化师大跟国北教大。表定时间13:57，那真正的时间我们在啊跨。如果是再次跟我在一起配的是这个邱老师，我是尴尬，应该是10点看。这个有记录哈，只要五场来播五场都5局，那应该也是也是空前绝后，也是空前绝后，应该就是破纪录。不过今天真的是精彩的好戏了，真的是两场都好看。也谢谢这个邱队员邱老师跟我们一起啊见证了这个时刻，这个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今年肯定是有一个新的冠军。没错，好看的比赛永远都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啊！期待大家在明天，我们继续来看4月5号，最后谁能够拿下女子组跟男子组的冠军？再度谢谢邱德军老师，也谢谢您的收看，下一场球再见，拜拜，拜拜。